大家好，我爸扣今天带大家来看看，如果在加拿大温哥华入手一台入门款的宾士 A220 轿车的话要多少钱，还有它在网络上的价格跟实体店家购买的价格差别有多少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A220 的内装，那这个外头呢是白色的。我们都知道 A220 呢是宾士最入门款，那它这个总共加一加，这边 list 的价钱是差不多54000多。那你看到说它这个是2021年的版本，它的这个内装呢是有加皮椅的。加拿大的车呢，除了你的车价加选配的东西，它会有一些车厂的费用，还有它的运费，之后这整个价钱还要再加上税。那大家听到说网路上同一台的价格，同样的内装差不多49000，可是车厂的价格呢，它就是标54000，然后这个价钱总价再加税，整整多了6000多块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我是欧巴扣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